非常方便的。这是一个地毯，就是今天清洗的，你看，哇，洗得好干净哦。这个人真的是洗得很好，这就是清洗地毯。现在我走上来，地毯还湿乎乎的，但是所以要开着空调好好弄一下。哇，洗得好干净哦。我们之前找过很多清洗地毯的公司，有的公司洗的就会非常好，有的公司真的会洗得很烂很烂。然后今天这个人也是朋友一个推荐的，他洗得非常好。哇哦，这就是高温蒸汽的，它既杀毒消毒，然后又是高温，就让它的我们现在看看二楼它洗的怎么样吧，楼梯就是这样子，哇，洗的很干净哦。二楼就基本上已经干了，踩上去已经干干的了，哇，洗的真的很好哎，哇，今天找的这个洗地毯呢，洗的非常好，哇，跟新的一样，真的洗的很好很好的。之前这个地毯还是有点脏的，哦，但是你看它这个。这个红色的这个确实洗不掉，我刚才也说过了，但是大面上真的洗得非常好，而且香喷喷的洗的，非常棒。所以其实如果出租房，然后您这个到时候租客搬走了，只要它不是脏的非常厉害，根本不需要换地毯，就这样清洗就好了。当然了，如果说您这地毯也不是很脏，连可能连清洗都不需要，只是打扫一下。因为这个房子的地毯的面积还是稍微有点大的，所以我觉得清洗一下比较好。嗯，don't have any electricity. Yeah, yeah. Gasoline. Yes, very good. Yeah. The only thing I need is water.A little bit of steam. Oh, okay. Steam with some water. Okay, great. 他们这个洗地毯就连那个电都不用，之前的公司还必须要用电，如果不用电的话，他们车上没有电，但是这个它是电直接是车接着它那个机器这样过来的，这样过来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还不错，第一次用他们家，这是朋友。